欢迎来到大梦想家圆梦版。好啦，今日會有幾題嘅問題嘅。點解叫大妄想家呢個名字呢？就係因為本身呢首歌咧，我哋嗰時諗緊啦，一係叫妄想症，一係叫超妄想。跟住咁啱得咁巧咧 ，Jace Chan 咧佢就第一首歌叫做想突然啦，跟住佢就第二首歌叫想正常喎。咁我就同 Jace 講啦，喂，我第二首歌諗住叫想妄超妄想喎。跟住之後我再諗諗下，我覺得呢隻歌可以諗一個名係，即係超妄想唔夠啊 ，for 呢首歌講嘅內容，我覺得係。大家都是一個妄想家，但是妄想家的定義是什麼呢？我很想將個名字變成四個字，因為我很喜歡這四個字的歌名。那我就想起有兩個我最愛的歌手，最愛的男歌手就是林宥嘉，最愛的女歌手就是蔡依林。那蔡依林就有一首歌叫做《大藝術家》，大藝術家啦。Yoga 呢就有一首唱片叫做《大小說家》，那所以呢就有這個大妄想家的名字出來了。不過應該陣間講唔到咁長，所以而家話俾你知 ，exclusive for YouTube channel。好啦，跟住啦，平時都見你有 post 下跳舞啊，喺 IG 啊、Facebook 啦。今次又加咗跳舞嘅元素入去，同埋專程請咗台灣嘅 Sam 老師嚟排舞喎。點解有呢個 idea 嘅咧？如果有關注嘅朋友就會知道，同 Sam 老師已經係第三次嘅合作噶啦。是，不過最值得一提的梗是我們的第二次合作《倒數三秒》這首歌啦，未看的話可以去這裡看。今次的《大妄想家》這首歌呢，麥克都有份參與作曲的部分的，除了跳舞原來都懂作曲，其實是第二首歌來的作曲，其實《Come Upon》都是我寫的。都知道你很喜歡 fashion 的，每次出現都悉心打扮很漂亮的樣見人，那見到個人形紙板有個女人的造型，相信是 MV 的其中一個 look， 可不可以講下點解有呢個玩法嘅咧？其實即係整嗰個 look， 即係化嗰個女仔 look 嘅時候咧，真係好行。我諗係現場所有人都覺得哇好行啊，太即係哇！但係我哋即係化曬妝、著曬衫之後咧，行到個 set 度啦，跟住發覺哦，原來導演係白黑白嘅喎，我哋仲化曬啲有顏色嘅 eyeshadow 啊、漸變色啊，跟住有個粉紅色嘅假髮啦，嘿咁啊，所以其實睇 MV 係冇咁風行咯，係啊，原來 MV 係一個浪漫嘅故事，為咗喜歡嘅人可以去到有幾盡，可以有幾盡 ，You tell me。You leave a comment and tell me can go to how 准 how limit 出發。我哋而家喺荃灣啊，朝頭早嘅12:30著到閃靈靈喺條街度，嗰啲唔係好意思添，唉。從來我喜歡不安裏妄想，我喜歡不安裏妄想。我尋晚試衫嘅時候咧。即係我特登已經講咗話，我哋呢個場地係即係一個 VR 場地，其實好超啊！啲人通常 press con 咪喺酒店嗰啲 conference room 嗰度咧，我哋唔係，我哋喺個 VR 場地，我話即係嗰度應該係黑蒙蒙啊，即係唔係啲咁 fancy 嘅地方啊。但係佢都係俾咗套豬片衫我，跟住 Derek 就話：哎呀，聽翻首歌啊！咁我都其實都幾襯首歌嘅。呢件衫其實咧唔同嘅著法就有，即係嗰個咁樣咧。就好似嗰種 samba 森巴嗰種感覺，係啊！但係只要咁坐啊，就即刻變咗成流汗。YSL 有冇？唔見咗，走曬，走失咗，空間揾得條街。灰色照像弥漫，
市内，进驻心灵。忧郁信号无言撞开这座城，要你的命。迷失方向，从不懂方向。街灯太亮，时代太黑，然而总可以迷失中正常，重新再被滋养。从来我喜欢不安里妄想，我喜欢不安里妄想。你可以听到佢真空想，听到佢真空想。向往跌一片雾里做偶像，从来看不清都可以妄想，看不清都只有妄想，也可以跨过一推倒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MC 小姐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. 多謝多謝多謝。而跨過一推倒，規則一見到，只當路上迷霧是最了印象。好攰啊！好攰啊！好攰啊！做咗好多訪問，唔知首歌會點咧？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咧？唔知大家會點咧？唔知大家會覺得做得太誇張咧？唔知大家覺得跳舞好唔好咧？唔知大家會覺得太唔大隻咧？會覺得太瘦咧？會覺得我太……好多，我都唔知啊！希望 OK 啦。等我帶大家上太空啦！我喜欢不安里妄想。